大家好，我是阿红。今天要说的是一个想学习穿墙术的人的故事。没错，就是这位看起来憨憨的人。为什么想要学穿墙术呢？是想要学哈利波特穿过九又四分之三月台吗？或是像宇智波斑一样躲避攻击？还是想学大雄偷看机枪洗澡？甚至是加入复仇者联盟？其实，在奈米尺度下，穿墙术是很常见的。既然要学穿墙术，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量子穿隧效应。所谓的量子穿隧效应，量子除了可以说是很小很小的粒子，我们可以想象它是很有好奇心的小朋友，没事就喜欢趴趴走走去找有趣的东西。但是凭着自己小小的能量，粒子是跨不过像山一般高的能量障碍的，但粒子却可以走山底下的隧道来穿过这座山，到想去的地方，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物理学家们特别把这种好奇乱跑的举动取一个特殊的名字，就叫做穿隧。可是不是每一座山都有隧道，量子又要怎么穿过山呢？这时，德布罗伊这位已经作古的物理学家就提出物质波的概念，说粒子也是一种波。接着又有人说波可以代表成数学函数，数学家们叫这个函数做塞，没有什么物理意义。可是塞的平方却有发现几率这个物理意义。简而言之呢，有塞就有塞的平方，就可以找到粒子。话说回来，我们现在在说粒子能不能爬过山一般的能障，干嘛要说这个是什么粒子是波，塞平方等于几率之类的呢？这时候物理学家们又跳出来说，因为当粒子跨越能障的时候，能不能跨去的总能量用波表示，就变得传说中的薛丁格方程式了。这个粒子的能量就像迁到北京的牛，在哪儿都一样。所以这从能量来的薛丁格方程式，在平地上可以用，在高山上同样也可以用。数学家解出这个方程式中的塞，发现在山前有直，山上有直，甚至山后都可以有直。还记得之前说有塞就有塞平方，也就是说山前可以发现粒子，山上可以发现粒子，甚至连山后都可以发现粒子。总而言之，粒子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就算自己只有小小的能量，只要能把自己变成波动，就能自动找到一条隧道，然后穿过爬不过的山的另一边了。这就是所谓的量子穿隧效应，记下来，我们等等还会用到哦。嘿嘿，接下来这一段我绝对不会跟你说，其实量子可以穿越的能障是有限制条件的。如果能障厚度太厚，或是能障能量太高，都会造成能障墙壁后面的塞值变得太小。那找到粒子的机会当然也同时变小，让粒子就更难穿越咯。我已经传授你使用量子穿隧效应的第一招了，现在来教你第二招吧。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太阳可以一直发光吧？其实原理很简单，因为太阳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着核融合反应啊。核融合反应是什么？挖沟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简单来说，太阳内部的核融合就是两颗氢的原子核对撞后进行核融合反应，接着就可以产生出一颗较重的原子，在融合的过程中会释放出能量，可以提供太阳发光发热的能量来源。不过你以为要发生核融合有这么简单吗？当然是没有那么简单啦。两个带着正电的原子核要正在一起时，必须克服彼此之间的电磁排斥力。换句话说，要在足够温度高的温度环境，才能使原子核获得足够的动能，穿过电磁力的障碍。但实际上，太阳的温度并不够高，无法提供原子核能够发生核融合反应的能量。呜呜，那不就GG了吗？好家在有量子穿隧效应的存在，即使能量不够，原子核也有一定的几率可以透过穿隧效应跨越电磁力的能障而发生核融合反应。而且因为太阳内部的气体密度很大，即使穿隧效应是小几率发生的现象，会发生穿隧效应的原子核仍然是相当惊人的数目。因此，穿隧效应可说是太阳能发生核融合而可以持续放闪的工程哦。学会第二招，你就可以持续闪爆别人了呀。
接下来我想介绍的是一种神奇放大镜，叫做扫描式穿隧显微镜。我先来介绍一种比较早发明的显微镜，是一位叫做胡克的人设计的。不对啦，是这位。他老人家利用这台光学显微镜，看到了在软木塞上的小方格，也就是日后大家所称的细胞。虽然光学式的显微镜十分厉害，不过它的限制其实还是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是光学式显微镜使用的是可见光，所以物体尺寸的极限大概是300奈米左右。什么？你说为什么物体到了300奈米以下就不能再被看到了呢？因为低于可见光波长的东西会发生绕射跟干涉，使原本可以看到的东西就看不到了。所以我要介绍一台更厉害的显微镜，叫做扫描式穿隧显微镜。它可以看到尺度更小的世界，有多小呢？大概是2奈米左右。所以这样使光学显微镜的解析度大概100倍。哎，那这种厉害的显微镜是什么原理？就是刚刚介绍的穿隧效应啊。我们的电子因为穿隧效应，电子不断的穿过探针与试片中间的能量障碍，就会形成穿隧电流，而两侧的探针会因为与试片的距离远近产生不一样大小的穿隧电流哦。所以我们在试片表面来回扫描，记下电流大小，就可以得到样品表面的二维图像咯。讲了那么多的招数，其实心法就只有一条，把自己身上的粒子变成波动，学会筛平方等于发现粒子的几率的增益，这样就可以穿到任何你想穿的地方了。嘿嘿，你们看，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世界，无时无刻都在各种穿墙，我们万物之王一定可以的。真的？真的啦！我跟你说，人生就像指纹一样，看似充满曲折，但总是被我们握在手里啊。哦，对。